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看这一期这个呆呆 BNP 给大伙儿带来的这期战舰解说，是吧？这一期呢，给大伙儿带来一局亨利四吧，是吧？亨利四世，这是头一回给大伙儿做亨利四的船，因为啥啊？因为我实际船玩的比较少，为啥实际船玩的比较少？因为我不是也是一个是吧？这个是吧？私服难民嘛，是吧？都是这个墙里边的难民，对吧？所以说呢，在去年2019年这一年里边，我基本都在爬线。现在呢也有10条10几船了，是吧？爬的差不多了，这就看出区别来啊。一年多以前，一帮傻逼是吧？这个问我呆呆呀，这个啊，不，咱说错了，一帮玩家吧是吧？问我呆呆呀，这个雷夫啥时候更新呢？对吧？然后那时候我都说啊，雷看情况嘛，是吧？但是那时候我心里也明白，他说我也跟他们说过，但是不信嘛，是吧？然后最后那么天啊，我都是跑亚服来了，也我也不是传教士啊，是吧？你耐玩不玩，这跟我没关系，对吧？其实现在我也懒得玩了，你知道吗？但是现在啊，一年多过去了，我都已经有10条11船，那帮人还在问我，呆呆呀，雷夫啥时候更新呢？是吧？就是那他都水这个，你知道他都水这个，你明白的是吧？这个奴才呀，他不会主动去改变自个儿的，你知道吗？他只会抱怨，你明白吧？你看鲁迅的那个，你都明白了是吧？明白了，中。那咱们接着说这个叫啥玩意儿的这个我不是刚才那句话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咱们接着说这个亨利四的这个吧。我认为啊，现在在这个直营服里边，亨利四的这个船是一个比较推荐的一个实际船，是吧？不是因为别的啊，也不是说因为说他隐蔽是不是好啊，他是不是能带节奏啊，他是不是胜率高啊，可是都没关系，都是因为亨利四在巡洋舰里边算是比较能独流的，你知道吗？我都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只有比较能独流的船，是吧？都是说这个比较社会的船，是吧？他这个才是好用的船，你知道吗？你说你甭听了毛子说那带节奏什么高隐蔽破野那个说玩那种船的基本都是被人打的，你知道都没戏，我跟你说没戏啊，是吧？这个我也咱们再接着说这局的分房吧。这局咱们刚才看那个刚一开局，你知道我没跟大伙说，这局就是进了一个十级方，对吧？不，这是废话了，肯定是十级方，但是不是那种最大的十级方。啥最大十级方？现在是普遍进的比较多的那种，都是说全是十级，12个都是十级，咱们家12个都是十级，对面12个也都是十级这种的，对吧？但是说咱们这局没进那种方，咱们进了一个中等方吧，十级还是比较多，但是这里边掺杂了9跟8了，对吧？这样的话呢，也不是说咱玩亨利是不怕啥十级穿的，我不是那意思啊。说呆呆呀，你是不是把这期视频发上来都是因为那个是吧？这个有八级穿，你骑过八级穿，不是那意思。我说的不是因为亨利打不过十级穿，而是在这个游戏现在这个环境里边啊，十级纯十级方都是全部都是十级的这种的，太松，你知道都是这游戏是这样啊，都是说你玩八级方都是咱们8到6的那种方。或者是7到6啊，7到5啊，那种级别的方，大家伙儿啊，还是有梦想的，还是想冲锋的，你知道吧？还是想获得战斗的胜利的，你知道吧？等到啊，都是级别越高，人越松，你知道？你懂那个道理吧？你知道？这没啥，都是毛里说的那个资产阶级的投降本质，你知道吧？都属于这个你的等级越高，大伙儿都明显感觉出来。尤其你们现在在直营服要玩到10级之后啊，都是你现在尤其这分房8级这一改嘛，导致说纯十级方比较多，对吧？大伙儿基本都能感觉出来，都是这个纯十级方啊，不是因为我玩亨利四世我怕这帮十级穿，而是因为啊怂度，就是你比方说8级穿没了9级穿没了全变成10级。不是说打不过，而是啥、这个怂的浓度都高多了，你知道都是高浓度的，你知道都是你比方说你如果你进了一个8到10混着的方，对吧？这相当于啥？都是你射精是吧？你射完之后那精液呀都是有点不液化，有的地方呢还是雪白，有的地方呢跟水一样，都是你连撸3次第3次都是这种的，你知道吗？你都是浓度比较低，你懂吗？你要是进了一个纯湿机方，都是你已经5天不撸了，都撸那一次，那是吧？第一跑，你知道第一跑，你知道都是浓度非常高，非常浓稠的那种，你知道都是怂逼，知道都是怂逼，没有他妈不怂的。你看都这的前卫了吗？你知道我刚他妈射他一轮，都他妈脱单了。另外大伙看呆呆这个姿势了吗？也他妈是个怂逼，你知道吧？你看，这都没得打的。这边前卫看着我直接认怂，我看前卫直接脱单。你说这都是双方互射一轮，直接互相认怂，你说吧？你说这都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另外这时候看着小地图，但是看着对面啊，咱们家有雷神，对吧？都在咱后呢，是吧？这个对面啊，还有这个斯莫棱斯克。关于这俩船，有很多网友啊，在
对我的这死信里长期问我，就是呆呆啊，斯摩棱斯克啊，跟这个雷神究竟换哪一个？我在现在这个分发环境里啊，因为啊，我还是推荐你们的换雷神，这是因为啥啊？虽然斯摩棱斯克啊，袭人也很爽，你知道吧？但是斯摩棱斯克存在一个巨大的弱点，你知道吧？他只能洗勇敢的人，你明白吧？你举例子，有人冲锋，他在前面拉多烟，咚咚开始洗上了，是这意思吧？他只能洗勇敢的人，但是他洗不了呆呆这种人，因为呆呆怂人，对吧？哎，你这时候也都教给大家伙在知音府里，你咋样面对斯摩棱斯克？有时候很多场景说呆呆呀，斯摩棱斯克太恶心了，我管你咋样不让他恶心，都是你只要看斯摩棱斯克，你看什么前面有一坨烟这种情况啊？你举个例子，我都当然这不是斯摩棱斯克啊。这是意大利学家，我都举这么个例子。如果你在你的前面那个点里边看着有个东西在震点，而且他拉了一撮烟，而且一轮一轮都是16发16发炮弹奔你飞过来，是吧？这时候该咋面对，是吧？有很多人都是啊，太勇敢了，所以被他玩死了，你知道吗？面对斯摩棱斯克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你知道吗？二话不说，直接对他下跪，下跪完了呢，拖刀，跟他呢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这个不平等条约，他说这点给你了，我割地赔款，行吗？我认了，我不跟你打，行吗？对吧？你只要一脱单，那斯摩棱斯克也很无语。我相信啊，看我这期视频的人很多也换了斯摩棱斯克，对吧？他已经下台，现在都有，是吧？我说到这么点，他们已经老泪纵横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呢根本都不怕别人冲锋，你任何人冲锋啊，你不管是32颗，你还是50颗，还是60颗，一样，你知道吗？照拿不误，你知道吗？他们最怕的不是你的穿壳厚度，他们最怕的是你是个怂逼，你知道吗？你只要是个怂逼，一开始都脱单了，是吧？你这都没辙了。另外啊，刚才呆呆一直都没跟对面咋打，刚才就打了一轮，突然都被5人激活。这时候大伙也都看到了，说为啥呆呆被5人激活？大伙看小地图，那俩战略舰都在我身后躲着，我是在全队第一位的，所以啊，我都被全队被对面所有人激活。这时候呆呆啥也别说了，给自个一大嘴巴，我他妈都是贱。操你妈，你知道吧？明白啥意思了吧？就是你谁在前面谁来打，你明白？你明白这个游戏的道理了吧？就是你谁在前面谁来打，你知道吗？另外你看刚才啊，我说斯摩棱斯克的弱点的时候啊，咱们也提提雷神的优点。雷神的优点都是在于哪儿啊？因为他的这个炮弹的除速，因为他毕竟是战列舰，他比那斯摩棱斯克那130要快多了，对吧？另外他的手是比较长的，24公里的手，这就代表啥？雷神是有具备一定的打击怂逼的能力的。你比如你开大河啊，不是你比如你开个大猴吧，你一下冲锋，冲到一半呢感觉不对劲儿，你想脱刀，对吧？脱刀呢之后呢，你要是我开个雷神，我还是能对你构成杀伤的，但是我是有打击怂逼的能力的。但是斯摩棱斯克在打击怂逼的这点能力上，他基本等于没有，对吧？斯摩棱斯克只能打击勇敢的人，但是你大伙也知道的，在亚夫有勇敢的人吗？根本都没有啊，对吧？你所以说这个给我的感觉，都通过我现在玩亚夫玩实际方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有很多斯摩棱斯克呀，这个长期拍都战绩截图的时候，长期拍全队第一很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都很怂，对吧？这没有办法。我这时候也不是说呆呆呀，谴责怂逼啊，都说这你们都是怂逼啊，不是那我也是怂逼，你知道吗？为啥啊？大伙看这游戏极致了吗？对面的恒力四不是怂逼，走在了全队第一位，立刻被打成半血。刚才我也不是怂逼，你看，咱们现在也是在全队第一位，巴尔蒂摩、雷神都在咱后，立刻就反个粉，是这道理不？这个游戏也教给大伙儿了一啥道理，你知道不？勇敢都会送死，怂逼不可战胜，你知道不？都是这个道理，你知道不？都是这个，你拿怂逼是不可战胜的，你知道不？都是这个，他这个游戏啊，为啥大伙儿会怂？不是因为大伙儿真怂，而是你这个游戏的极致都鼓励你怂，你知道吧？你这时候老玩家啊，或者是看呆呆时间比较长的这个人，一听都明白呆呆在说啥了，你知道？我也是说借这期视频呢来表达一下啊，对这个游戏现在这个大环境的这个问题吧，对吧？你都是这个有点太怂了，你知道吧？像呆呆这句啊，只打了18万输出，你知道吗？那大伙儿这时候说了，呆呆你把打18万也把视频发出来，你知道吗？我没辙，你知道吗？我没辙，因为也不是我打不了28万，你知道吗？是他们不冲，你知道吗？咋打28万都得他们冲，然后我脱单，对吧？你说这个，哎，大伙儿你站会儿看了，刚才一说冲，咱们再跟大伙儿说一个这个道理吧，现在已经打了半局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这10分钟里边呢，
基本上双方都是压住中线，互相不攻的，是这意思吧？都是你看咱们家那俩人啊，巴尔蒂摩人家都已经跑路了，是这意思吧？只留下我跟雷神，我跟雷神我们俩是绝对不会啊进攻，然后说去占他妈那个逼的 A 的，绝对不会，我俩都是怂逼，对吧？但是呢，对面刚才前十分钟也在怂，你知道也在怂，但是现在呢已经怂了半局了，他们呢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那这局你照这么玩游戏有什么意义？是这意思吧？完全都毫无意义，是这意思吧？所以啊，他们这个忍不住了。他们呢都选择了这个从这个一线这个位置向咱们发起这个猛冲，是这意思吧？发起这个猛冲，对吧？但是冲的结果这还没冲完啊，大伙也能看出来啊，共和国刚才冲锋的时候是满血，都冲了一波，被我跟雷神夸夸夸几轮 HE 给打的还剩半管子，给吓得夹尾逃窜，对吧？这个丫花发现他大哥撤退了，对吧？这个他大哥共和国撤退了，他有点害怕了。另外他现在应该也是没存管了，对吧？咱们这还狂狂的跌他火，对吧？他也有点心虚了，也在夸夸夸撤退。这都说白了都是啥呀？这个敌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们太怂，是吧？另外他们家的队友实际上也很怂，对吧？大伙儿都很怂，你知道吗？这个怂中啊，他们呀，实际上啊，这个丫华跟这个共和国，他们失败在哪儿了？都是失败在呀，他俩也是怂逼，我跟雷神也是怂逼，但是我们俩呀耐得住寂寞，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丫华跟这个共和国，他俩耐不住寂寞，只怂了十分钟，你知道不？他俩都忍不住了，你看这个啊，是吧？那对面也不冲，咱们已经把这个 A 点占下来了，要不咱们冲吧，对吧？他们一开始也在等着我们冲，但是我们不上当，对吧？结果他忍不住了，他冲了，冲完之后这下场大伙都看了啊，是吧？一个打惨，大伙现在我也给先跟大伙说，这丫华直接都没跑了，就给打死，你知道都是一死一伤的结果。等到我跟雷神我们俩呀毫发无损，你知道吧？这款游戏本质上来讲是一款钓鱼类的这个游戏，你知道？对，你都包括巡洋舰抓滴滴也是这样，你知道不？你比如那些有雷达的那个巡洋舰是咋抓滴滴啊？你比如举个例子，这 A 点啊，你举那么个例子，这个 A 点被这个咱们家滴滴占下来了，那这时候滴滴呢，对面敌人的滴滴肯定是看不过气不忿的，他会想方设法进里边去占的，对吧？这个时候呢，咱们呢的那些有雷达的巡洋舰呢，在这个点边上啊。在山后边是吧？然后呢，拿个钓鱼竿那钓鱼，你知道吗？等你来站，站完我开雷打，然后你就死了。都是这样，你知道吗？你实际上我跟雷神，我俩都是吧？毒瘤，等我们都在等着对面呢，上钩呢。都是啥？姜太翁钓鱼，你知道吗？有站了剑上钩，你知道吗？都属于这个。但这个游戏它这个本质都是这样，你知道它这个本质都是这样。现在啊，都是说。所有十级的船我都不推荐你练了，你知道吧？都是啊，都是雷神是好船吗？是好船，但是我推荐你兑换吗？我不推荐，你知道吧？亨利四是好船吗？是好船，但是你说呆呆推荐你练一个吗？不推荐。征服者是好船吗？是好船，但是呆呆推荐练一个，不推荐。因为啥？因为实际发现在环境已经没有了，你知道吧？都是说过去啊，在国服什么家是啥呀？我怂逼，那帮傻逼还是有一定梦想的，然后呢让我打30万，对吧？但是现在我也打不出来了，因为他跟我你，因为现在因为呆呆最近的人气不也涨了吗？对吧？这帮人呢都是呆呆 BNP 的好学生，呆呆 BNP 的好战士，你他妈都跟我一样，对吧？我发现了，我战胜不了自己，你知道吗？都是说我可以战胜勇敢的人，你知道我也可以战胜那种啊，官方直播团教育出来的那帮啊，什么刚剃头的呀、啊，什么这个带节奏的，我能战胜他们的。实际上，但是我发现我这个人呢，始终在挑战自己的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你知道吗？都是这个，我发现了，都是如果对面的人。再用呆呆习惯的打法再反呆呆的话，这时候呆呆实在拿他也没辙，你知道吗？我也有时候一种感觉啊，像我教大伙这打法实在太流氓，你知道确实有点流氓，你知道吗？所以说啊，现在十级所有的十级船啊，这游戏里所有的十级船我都不推荐，你知道吗？实际上你真的大伙玩游戏为的是啥？为的是快乐，对吧？你要举例子，对面冲锋，咱们呢啊，跟您打一气是吧？打了那十几万是吧？是伤害，你说你玩个六级船嘛，打十几万都挺好了。倍儿快乐，对吧？你都都完事儿了。你想想这局打到现在啊，双方都不过中线，都是。大伙儿看那个前半局，在十分钟之前，我们家是没人冲锋的，对面呢也是没人冲我们的，对吧？双方都在
彼此那边的互着扔屎玩。你说这游戏要玩成这样的话，你哪时候不玩，对吧？所以说我推荐这个游戏啊，现在它这个环境是这个样子，对吧？所以说我都不推荐大伙玩实际船，真的，所有实际船都不推荐。这游戏大伙都买点八级金币船呢，或者练点八级船呢，九级船呢，或者是七级船啥的，六级船，大伙玩这种小船都听着，大船真的是没意思。真的有很多新手，就可能你们还没有实际船，你不理解呆呆说句话啥意思啊。但是有很多绝大多数看我视频的人都是玩过实际船的，是吧？在外服啊，大伙也能理解呆呆说这啥意思。这真的是无聊，这游戏都真的是无聊，你明白不？你要这么玩的话，真的是无聊，你明白吗？就是说这期啊，也就是呆呆一个吐槽吧，对吧？呆呆一个吐槽。你像啊，对面在刚开局的时候，为啥能够把 A 站下来？一开始这 A 现在是我们站下，一开始是第一人站下来的，对吧？他们为啥现在整个在 A 点所有的人都土崩瓦解？因为啥？因为我们家耐得住寂寞，就是对面也是松逼，我们也是松逼，但是我们比他们更松，而且还耐得住寂寞，你知道吗？对面呢，虽然前半局前十分钟松，但是到后十分钟呢，是吧？犹豫了一下，都说都犹豫了一下，结果正是因为这犹豫，土崩瓦解，对，土崩瓦解，对吧？其实对面要不冲的话啊，对面刚才里面压花呀、雷神他们要不冲的话，我们是绝对拿不下这个 A 点来了。他们是咋输？都是他妈瞎鸡巴冲输的，你知道吗？非常简单，你知道吧？你都跟这个波多黎各。马上都要面对呆呆的洗涤，是吧？他为啥要面对呆呆的洗涤？都是因为全队，你们家全队都在脱刀，只有您敢刚剃头，我他妈不洗你，我洗谁？对吧？都属于这个道理，你知道吗？你想想，你分析这道理对吧？是吧？我认为我说的这是真理，你知道吗？我认为我说，当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真理，对吧？但是我认为我说这是真理啊。但是你也可以说你的，对吧？你要不同意我这观点呢，你也可以出视频的，任何人都可以出，言论自由嘛，对吧？你也可以出，你可以啊，是吧？现在啊，这 UP 主这个。不是啥、啊、这个搞大仗那东西啊，这只要是个人都可以干，你知道吧？你不要对自个儿没有自信，你也是个人，对吧？你就不要说哎，我呆呆，我不敢出这名，我不是人，对吧？你不要这么没有自信，你也是个人，对吧？你也可以出，对吧？这个现在啊，我认为这个游戏机制啊需要改革，你知道吗？你要这游戏机制不改革的话，老是照这么下去啊，实际上我也懒得玩，你知道这都是无聊，你知道吗？无聊。这真的是无聊，你知道吗？哎，我知道大伙儿一个我啊有没有同感，你知道吗？说这款游戏啊，另外这时候再回答网友一个问题啊，有很多人呢现在好像没有了，前一阵问过呆呆这个问题，都说呆呆啊，这个猫子搞了一个活动，都说啥活动呢？都说这个可以转服了，你们应该都知道吧？这是前一阵的消息，现在好像已经结束了，都说。我抽根烟啊，都是呆呆，你有没有兴趣转服？因为亚服松嘛，你去欧服嘛，去猫服嘛，去美服，你可以去，你可以转，对吧？那呆呆当时没转，因为我知道，既然他跟我说了转，那都是他想转，往外转基本都是亚服的人。另外，我也没感觉说亚服现在的玩家这个在线数量变少，说白了，亚服还是那么人。但是这次转服活动呢，不仅没导致啊，都是他们的想法是好的，都是亚服太松，所以呢，咱们转去别的服，是这意思吧？然后呢，体验一个不松的游戏环境，是吧？他们那想法是这个啊，但是呢，事与愿违，他们不仅没体验到啊更好的游戏环境，反倒把人家欧服、美服、俄服给霍霍了，你知道吧？导致啊，全世界都是这个怂化了，你知道？都是原本啊，你举例子，都咱们亚服的都是绿的，是这意思吧？这帮绿的感觉这世界咋这绿呢？是这意思吧？怎么没辙了，是吧？咱们就转服啊，是吧？去欧服、美服啊，是吧？去俄服，结果导致呢，全世界都皈依了，你知道吧？都不仅没导致啊，人是吧？你那去都是这当然，我说错了，不是这个，我哎，这个不敏感，我都是这意思，你明白？我都是这意思。他不是说亚服的问题，而是你这游戏机制的问题。另外啊，那帮转去亚服的人也没好心，你知道吧？他们长期骂亚服怂，说是这个毛服这个憨憨多，对吧？然后咱们要转去毛服，这时候有很多玩家呀，错误的理解他这话是啥意思了。你说错误的理解他这话是啥意思了？待会儿有些人呢会误解为他那意思都是啊，亚服太怂。他的副炮流啊等等什么这么冲锋啊打不出效果来，他呢想转去毛服或者转去欧服去跟那些勇敢的人进行一场啊汤汤的战斗，是意思吧？大伙都冲锋，是吧？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俩想转去欧服啊，他的本来意思是啊，欧服啊都是一帮铁憨憨，你知道吗？直不着脱刀，冲的比较狠，对吧？然后呢，咱们把亚服的玩法啊传播到那个地方去，都是让那帮白人冲锋，咱们的脱刀，你知道吗？哎，你想想那白人也不是傻逼，是吧？慢慢也学会了，你知道，你瞧这个。最终的效果呀，都是全世界都皈依了，你知道，都皈依呆呆了，你知道，都是这个呆呆至大，你知道，阿拉花个吧，那肯定是这个结果。那中这期视频都给大伙带到这儿了，感谢大伙收看，再见。咱们一会儿啊，都把这个战绩截图给大伙放上了。刚才我点根烟，这烟还灭了，嗯，那战绩截图给大伙带上来了吧，你们自个儿看吧啊。中，我这语音先下了。